酿酒鞋，什么免费？这感觉可以先讲哎，哇！这些我觉得算是枪战手，有的拼啊，好不好？目前我应该是枪战手的第一名啊。我们最后把广场讲完呢，因为广场有新的坐骑嘛。我知道霸王龙在哪里哦。来，坚决先讲化石一龙啊！快点哈、哦，化石一龙！韩国玩家你慢，我 chill please。化石一龙你爱爬去，所以你爱先坐龙爬去吼、哦。啊，我迄上足歹手诶，所以安尼紧先翕化石一龙。恁哪咧？你是咧创啊啦？哦，我真正袂踮咧去。来，标题下。哎呀，他们有名称吗？靠，先做再说。飞高一点哦，不然会被破坏。尽量不要管的呀。哎，那没人回啊。来，这只叫什么龙？哎呦呦，被打了，被打了。我放近一点。这只就是，因为其实我刚才也看不到啊，希望不要被发现。飘飘龙来，飘飘龙，有快点吗？再一次哦，因为我打标题。这只其实很难抢啊！暴龙也很难抢。现在没什么技能。只要给我在，一共是一栋也颇大的。然后。you